Hello， 大家，现在时间是8点。我今天呢要出发去伦敦找我的朋友，然后我今天去程呢是搭 National Express， 因为它比较便宜。但是它是8:20的车，所以我现在正在走去火车站的路上，又在走去火车站。现在应该只剩15分钟，好了，应该不会迟到。就是突然觉得很神奇，就是好像变成说伦敦是我可以去就去的那种地方，觉得很神奇。那我今天应该会在伦敦住一晚，然后礼拜日才回来。那其实一般来说，如果去伦敦搭火车的话，大概是2个小时，就是一个多快2个小时的车程。那如果搭 coach 的话，会变成2个多快3小时的车程。那我想说没差，反正我就早上也没事做，我就早一点起来，然后在车上休息，而且还比较便宜。火车真的蛮贵的，圣光。已经到伦敦了，我等一下3点才会见到我的朋友，所以在这之前，我现在肚子有点饿，我早上只吃一个那个洛梨吐司三明治，所以现在呢就在刚在网络上随便找了一间可以读书的咖啡厅，然后想说先吃完，然后读个书到3点，应该差不多。那在车上啊，我旁边就坐了一个英国的。他也没有那么老啊，他就开始跟我介绍伦敦什么的，然后还跟我说公车啊、地铁、火车要怎么搭啊，就觉得他好 nice 哦。我的咖啡。它糖还有很多种，它这边好像还有很多酱，就是加肉的 ketchup， 应该是哦，这是什么？哦，美乃滋。这边还有盐、胡椒、橄榄油、油醋。我点的是美式。英式大餐是 sausage、bacon、poached egg， 然后有那个他们常常见那种豆豆、番茄、蘑菇、面包。蛮好吃的，而且不会很油。我们想说一次早餐就是一堆油，但是我觉得的确啊，它缺少一些蔬菜，都是淀粉跟蛋白质。就是这个豆腐，我觉得这蛮好吃的。我刚刚吃完的 locals。那间猜猜我刚刚吃那样多少？要23磅，23磅乘以40，快1000块。我觉得我被抢劫了，好好笑哦。反正我现在呢要去，刚刚在车上，哦，我就问那个奶奶，也不是奶奶的阿姨啦，我就跟她说你有没有推荐的地点啊什么的，然后就跟我说去 Packingham House， 所以我现在就是要走过去，因为我实在是不太熟悉这边的交通工具，所以 wal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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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alk。
在到 Beckenham House 的，其实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小哎。Beckenham House 就是那个国王跟皇后他们住的地方，所以他们现在住在里面，真的好难想象哦。天气真的很奇怪哦，你看哦，这边是蓝天，然后这边就整个大阴天。这条路是假设他们要出巡的话，就会沿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，然后民众就会站在两侧。雨有点讨厌，就是感觉要撑不撑的，要就是撑了觉得有点浮夸，但不撑你会觉得头上有水，很烦。什么皇宫戒备森严，是不是？在那个 Beckenham House 旁边有一个大的公园，叫做 Green Park。现在就在走在这里。这个雨真的很烦哎。这个绿园好像蛮无聊的，就是很大的绿地。对啊，就是绿地，超绿的。我现在比较想要去走走看他们的灵荫路。圣詹姆斯公园，然后直接直直走切到那个西敏寺那边，然后去完西敏寺那边应该差不多就可以去 check in， 因为这样好像路线比较顺。就一直听到警车在那边哔哔哔哔哔，刚刚就是一团乱。反正西敏寺那边好像在抗议，然后也有抗议环境的，反正就超级多。然后那里就是观光客本来就多，然后又有人在抗议，然后就超多警车，全部警察都聚集在西敏寺那边。为什么这样下雨？蛮美的。坐着，我怎么爱？坐着都可以顶到头。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哎、欸，我不知道，这感觉就是一个可以吃的东西，炸的东西，有三角形的，是吗？蘸一下酱，里面是什么、啊？马铃薯之类的，我在台湾吃过，很像什么炸春卷哎、欸，对，应该是一样的东西吧，嗯，长的，一卷一卷，先将司康左右对切。再涂奶油，不过你要先涂果酱也可以，就分两派人。然后呢，还用干净，再要涂果酱。对，然后就把它撒上去。所以是这样。其实好像可以再加更多，再把它盖起来。对，你可以切开吃，或者是直接。外酥内软的，
这也蛮好吃的。这个司康好像有加太妃糖。再来是这个，这是什么啊？马芬是不是？这好像都奶油哎。哦，这里面是鲑鱼哎，鲑鱼。你这样比我干靠压，没有这个。鲑鱼。第二种三明治，这三明治有点小。蛋沙拉，蛋沙拉，蛋沙拉。可是我真的无法理解这里三明治，到底有什么鬼？是什么呢？来，芥末，芥末，好是肉。真的有芥末。